家好，谢谢你们点开这一部 YouTube 影片。今天要来和大家分享的是，我很荣幸有机会在澳洲雪梨展览。非常感谢澳洲雪梨 4A Center for Contemporary Asia Art 在雪梨亚洲当代艺术中心的邀请，让我有机会和澳洲香港台湾的艺术家一起展出。展出的时间从4月6号到5月14号2022年，展出的地点是在 Gallery Lane Cove。 我会把所有的资料都放在 YouTube 的描述栏，欢迎有兴趣的人到澳洲雪梨看我的展览以及其他艺术家的展览。很荣幸这次可以和澳洲的观众一起分享我的两件作品以及一件十分钟的影片。这件作品呢，是我用我的手指头 fingerprint 指纹来一片一片组合成的艺术品，借由用指纹来分享关于文化认同 的课题，思考着土地、殖民、后殖民、身份认同、国家、土地的概念。那影片的部分是十分钟的影片，是我在2013年到2018年在英国巴斯泉水大学念博士班所做的博士研究之一，是关于家乡台湾阿美族的陶艺的纪录片。那非常感谢有这样的机会可以与澳洲的观众一起分享我对于此土的感受以及身份认同的探讨。那如果您有机会到澳洲雪梨看我的展览，欢迎与我分享您看到我的作品的想法，欢迎您在 Instagram tag me。 这支影片当中不少的贴文都来自 Instagram 的分享，那谢谢这些人无私的分享。那我本人目前可能没有机会到澳洲，我希望有之后有机会能到澳洲去看自己的展览。那最后祝福大家，不管在世界上哪一个地方、哪一个国家，都继续保持心灵和身体的健康。艺术家Wen-Hsi在此祝福您，谢谢您点开我的 YouTube 影片，我们下次见，拜拜。